我叫傅桂莲，然后参加这个盲人劳道是零五年来的，也带了十五年的劳道。一天的训练也要有六七个小时。我们这个劳道，它每天都要筛打，每天都要练，每天都要重复的练这些动作，一遍两遍，就是晚间一天有时要上千遍万遍。假如说我们做个动作提拉，第一上手把、离手把，然后脚放到哪个位置，繁忙的是看不到的，那我必须要把动作一步一步去教他。长大以后，我只能奔跑，我都害怕太阳中跌倒。我叫胡蓉，来自江西萍乡，我是一名柔道运动员。辛苦肯定是会辛苦的，因为有时候就是摔多了，摔到这个脚啊会肿得很大，然后摔到有时候痛的呀，会流眼泪呀，但是没有办法呀，你不去摔，你不去练，你就站不上讲台呀。我的梦想是站上奥运会的讲台。